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cher Philip， 欢迎回到我的教学影片。OK， 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只是简单的要跟大家说一说卡达胡翁里面的其中两个生字词，就是虽然还有如果。虽然的国语生字有什么？瓦老本、孙古本、meski本，还有比亚本，这四个的意思都是叫做虽然。Right， 我们马上来看例子。瓦老本杰古菲利 miskin， 虽然杰古菲利很穷，没有钱。Namun beliau hidup bahagia， 但是他活得很幸福，他活得很开心。Right， sungguh pun jago Philip bijak， 虽然 jago Philip 很聪明。Namun beliau tidak sombong， 但是他一点都不骄傲。Right， 这个就是叫做虽然呐。OK， 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的国语叫什么？如果的国语有四个 ：jika、kalau、jikalau， 还有 sekiranya。Alright， 这四个的意思都是叫做如果。什么叫做如果？如果就是说还没有发生，它的关键词是 akan。你注意一下，给我们马上来看中动。Jago Philip akan membeli sebuah kereta mewah。Jago Philip将会买一辆豪华的汽车。Sekiranya ada duit， 如果有钱。OK， 就是说我还没有有钱嘛，我还没有发生的事情。OK， 这个就是叫如果啦。来，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是什么？ Jago Philip akan pergi berjoging jika ada masalah pan。 Jago Philip将会去散步，将会去跑步，如果有空闲的时间。 OK，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OK， 如果还有四个生字啊， jika, kalau, jikalau, sekiranya， 虽然有什么， walaupun, sungguhpun, biarpun, meskipun。 Right，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